呢日系胡美仪64岁旧历生日，电台喺佢主持节目之后，惊喜送上蛋糕同鲜花。美仪姐老公毛俊辉都在场，仲喺大家起哄下锡老婆，场面温馨。拥有个人心理工作室嘅美仪姐分享生日愿望，佢感谢慈善机构资助佢3个月为人做心理辅导，已经系做咗超过130几个 session 啦。咁接觸嘅輔導者咧，大約有30几位，咁呢個係我都意想不到。我好希望咧，即係就算係6月尾完咗咧，呢啲嘅朋友咧，都係繼續可以揾到佢生命當中嘅健康愉快。毛 Sir 都好支持太太嘅工作，仲送咗非常貼心嘅生日禮物俾佢。但今次咧，我特登係要揀一件衫咧，就係啱佢而家做緊嘅工作嘅，好配合佢而家嘅嗰個 style 嘅。咁但係我終於好唔容易揾到我認為係最理想的一件咧，送俾佢咧，居然係好啱嘅。美儀姐都講笑話 Mosa 是她的形象指導，美儀姐要做嘢又要讀碩士，冇咩時間陪老公， Mosa 都好體諒。不過嚟緊就輪到 Mosa 忙啦，因為她的舞台劇即將再遇重演，下個月會在香港重演呢個父親啦，係第3度演出啦。父親咧其實被邀請去內地演出嘅，咁而家暫時咧就喺8月尾咧就去廣州大劇院演出，然後9月頭咧就喺上海演出。Mosa 都好期待可以同內地觀眾見面，